头要刷登来到台北，因为这争取连任的这台北市长侯龙斌，今日而且讲有那宣布讲台北市要来争取到这2019年这亚运的主办权，打算要用这新台币500亿的预算啊，啊设立六大这体育园区，这硬体设备，甲因过去所办过听奥的经验，要来争取世界奥运。台北市长侯龙斌透早宣布，台北市要来争取新办2019亚运主办权，市府会来派出考察团，伫广州亚运期间来争取亚奥会其他的会员国的支持。侯龙斌讲，会来甲未来新北市等地附近的城市做伙合作，如果要来投入新台票500亿的经费，来设立六大体育园区以及选手村等地的硬体设备，以及台北市要来举办过2009天长奥运以及2010花博的国际活动经验，加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越南、荷兰等地。其他亚洲城市来竞争。亚洲运动会是我们目前短期之内积极争取的一个目标。从现在看来，我们以过去的经验以及现在两岸形势的改变，我们是有机会的。选战来到最后阶段，争取连任的侯龙斌拍出2019的亚运牌，希望对伊的选情有加分。不过，伊的对手苏贞昌是来到距离台北市政府几百公尺远的光复市场来拜票。苏贞昌受到不少买菜的菜拿走以及市场摊商的欢迎。苏贞昌一路拜票，行到基隆路以及信义路口的天桥。苏贞昌讲，台北市有一挂天桥使用率无高，也是维护较无好。伊希望当选了会来检讨台北市每一个天桥的存废以及维护计划。一方面我们要物尽其用，再一方面有在使用的天桥，为了让使用人的安全跟方便，也应该要维护好。侯龙斌对此回应表示，台北市政府早就规划，会为12月开始整修台北市的天桥。台北市长选举投票日，仅仅剩18天，两名候选人各自出招，都要来争取选民最后的支持。记者张志扬、刘汉林台北报道。